帅啊帅啊！女子酒后大暴走，无影脚横踹井下体。酒品不好就不要喝，八九风真的超丑超鲁。帅啊帅啊帅啊！被靠了，被靠了。这女的使出洪荒之力继续撸，结果然后她就不起来了，躺在地上打滚。好不容易她终于肯离开地面，却再度展开无影脚攻势。帅啊！今天凌晨，这女的唱完歌喝完酒，在西门町钱柜大厅和男子拉拉扯扯。警察过来看，这女的居然飞踢警察。不会痛吗？看来这位警察贝贝有练过九九神功。最后女子被男友带回去好好管教。土霸中心台北报道。